资料好了。那下面我们有请训练生出场。五花开来了，帅！他们跟昨天好不一样啊！哇，我好紧张、啊，好紧张！划开半夏的几个弟弟，好活跃啊！蒙牛榛果腻，喝到它就有一种神仙般的感觉。榛果腻就是好喝。有一句话说得好，叫做什么？人的悲喜不一样。谁来了我们都不怕，对手只有我们自己，也在等着我们。他们腿还蛮长的，其实这就是标准的男团哎。一二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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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二一。啊，好可爱！他们很像五个梦琪。挑战，很开心啊。嗯。哎呀，这是两个风格差异非常大的两个团哈，一个是少年感十足的一个男团，一个是非传统的一个男团。那请介绍你们自己。We are X。大家好，我们是花开半夏训练生。哦，帅帅帅帅帅！各位老师好，纯 PD 好，我们来自大美德风，我们是熊猫糖 Produce Pandas。哇哇哇！熊猫糖，哇，这个撞的真的是，就熊猫糖那个气势一出来，就是花开半夏一下就这么点儿，熊猫糖这么大，我一下气势就输了。熊猫糖吗？我来的时候看到网上很多人为什么选熊猫糖这样的。说他们长得不好看，然后就要去攻击呢，说为什么要请他们，怎么怎么的。他们没有让你们看，但他自己回家的时候，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在网上一个人躺在小出租屋里，然后刷着那些评论的时候，你觉得他们内心会真的开心吗？还挺开心的。他们的氛围就是大家的开心果，贼喜庆，贼开心，就有一种过年的感觉。有什么好怕的？大家都怕。对啊，你是不是负责好看的？啊！来，大家把掌声送给这位哥们儿。都说什么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笑了。我的腰好酸呐、啊。没事，陈总，这就是我们，再累再苦就要笑。你一下带动别人，这就是我们的作用。你们这平均年龄是多少？26、27岁。骗人！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哎，真的。看起来是30多。我感觉我的身材跟他们是很融入在一起的。对，然后真的大致的。潘帅 ，respect salute。潘帅减肥了，就退团了。哎，我忽然想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啊，就这样两个风格很不一样的团，假如他们同时由一家公司在同一天推出，两位导师会更关注哪一个？哎，问一下远方的朋友 Lisa， If they debuted today, who would you be more curious about? Can I say? Yeah, yeah.因为就是我觉得是个很特别的团，熊猫糖，熊猫糖吧。哎呀，他花开半夏输一半了呀！完了，完了！
花开半夏，除非他们非常非常炸，不然就是国内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团。真的还是要看这个舞台上见真小了，对不对？嗯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事情，好不好？希望两队都好好的加油。那既然这样吧，我叫熊猫糖，你就让一下弟弟们，你们就先表演吧。好，因为这首歌的话，春PD就是一定会有很有感触。我，我吗？你为什么会很有感触？他突然 Q 我，有点害怕。不要怕，不要怕，我们都在。要跑过来把你举起来了吗？很期待他们了。来了来了，夕阳西下，寻常人家找个太太改为茶，龙门阵摆一下，千年不压不尽鲜花，后花园三匹马，哪个的老哥儿大？百万俗人的黄菩萨，求来点儿烂桃花。八千匹马，金刚像开花。富春熙路的娃娃心，那金子表白啊！竹林空无熊猫在壁画。好可爱呀、啊！梨花披萨，聆听琵琶。哦哦哦！怪精怪笑，卡拉叫鸡抓啦。哦哦哦！摇摆梨花，算啥子都白搭。要明白，你不脸皮，这就海上变化。哎，路上两百牵挂，理个发就别理他。火锅唱不完，啦啦啦。像我对你说不出话，一样是爱的表达。啦啦啦，你不懂，是一种潇洒，是一种文化。不怕啦啦不怕，生来嘴巴他妈不辣。辣不完这一把，听到请回答。啦啦啦。青纱余晖轻轻洒，哇哇哇哦哦，安慰风刮带不走晚霞，啦啦啦啦啦啦，我们爱听话也爱山水画，啊啊，我们爱吃辣同饮歌也唱，啊啊，跳楼心像一样，是多少三月孤啊，起来我自己都怕。Bust the hip hop。唱不完啦啦啦，像我对你说不出话，一样是爱的表达。啦啦啦，是一种潇洒，是一种文化。不怕啦啦不怕，谁怎么他妈不辣？不辣不完这一卦，听到请回答。啦啦啦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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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开心的一个表演，不愧能来到青年。我愿意去吃这家店的火锅，我也愿意。给我来28盘牛肉，谢谢老师。Yeah, Lisa, how you feeling about them? Lisa 已经摆出跟你们一样的 pose。哦，ตอนแรกเป็นห่วงนะคะเอาจริงๆแล้วต้องขอโทษนะคะเพราะดูจากลักษณะแล้วเนี่ยน่าเป็นห่วงว่าจะเต้นได้กันไหมจะเต้นไหวกันไหมอะไรอย่างเงี้ยค่ะแต่ว่าพอมาดูนี่โหพริ้วมากแต่ละคน像飘起来的น่ารักมากเลยค่ะขอขอบคุณที่เขาเรียกสร้างความสุขสร้างรอยยิ้มให้กับพวกเราในวันนี้ค่ะ谢谢Lisa老师，谢谢Lisa老师，谢谢。啦啦啦！啊，他掉了。我们五个人有一个礼物。啦啦啦！哦，还蛮洗脑的。已经学会了，我们五个人有一份礼物想送给在场的所有，还有各位老师，还有 PD， 以及就是 Lisa 老师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，来吧。哦，应该是一个
是一个表演吗？表演吃火锅吗？砰一下子，其实是五个瘦子的大美男。Oh baby。突然就醒了。哦。ค่ะสำหรับของขวัญอยากจะโชว์วิดีโอนี้ให้ my member ดูมากๆค่ะเชียร์好幸福谢谢谢谢 Lisa 老师